大家好，我是小七，现在早上已经开门上班了，店里的伙伴还没有来，今天我来的比较早，因为每次都是我第一个过来开门，开完门就搞卫生。今天是星期二，昨天的话不是特别忙。迟到了没有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应该迟到了两分钟吧。我发现是两分钟再进来。他觉得应该是要到的。哦，就欺负得了我？我怕你睡着了，没睡醒，给你来点。谁的早餐？买给你吃的。吃啥？别吃了。他一脸没睡醒的样子。你每天吃完了店里不都这个样吗？现在已经是十二点了，早班的话我们就四个人上班，晚班的还没有过来。所以说早上到现在就来了一个顾客，在上面洗头洗脸，等一下就下来了。现在下午两点半，店里有个美女在做头发，然后一楼也没有人剪头发，就变了两个美女在这里做头。杠子已经上完了，现在开始帮这个姐姐加热了。加完热，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效果怎么样。现在下午店里不忙，里面只有一个顾客在做头发，早上的话做了四个客人洗剪吹，员工的话坐二楼吃瓜子聊天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看你们多清闲呢。下午我们的员工很舒服的，没事就坐在这里嗑瓜子。这不是瓜子，这是松子，比瓜子贵好几倍嘞。叫什么？松子。松子啊，松果。吃这个，玩的玩游戏，晚上的话就开始忙了，所以一天十个小时真正干活三小时，其他的八小时就在这里吃饭玩睡觉，很舒服的，是不是啊？是的。慢走，欢迎下次光临。晚上八点钟了，现在店里有一个在染黑油，一楼的话一个客人都没有，今天一天了坐在店里，全部都闲在这里，总共到现在才做了八个客人，真的是太惨淡了。我在外面去拍给大家看一下，街上的人多不多。店里这个招牌还没有做好，现在一楼空荡荡的，员工在门口站着玩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条街，街上呢也是冷冷清清的，只有少量的几个行人在走，根本都没什么人。不知道今天什么原因，今天也不是特别冷啊，但是没什么人。我看这隔壁店卖衣服的店里也是一个顾客都没有。欺负我？我过来了。楼上洗吧。刚刚连续忙了三四个客人，这一会儿的话客人都已经剪完了都走了，这一下的话天公不作美，外面又下起了小雨了。现在是九点半，还有一个半小时就下班了，估计到这个雨一下就没有希望了。现在十点钟了，准备下班回去了，里面有个客人在剪头发。今天总共就做了这几个客人，这个是昨天的单，可能二十个客人都没有。已经下班了，在超市买点水果回去吃吧。买了两个苹果跟到三个芒果，12.5元。今天店铺生意不好的话，店里前段时间不是新招了两个新来的美女美容师嘛，他们感觉到生意不好，怕在这里赚不到钱，昨天晚上跟我们店的店长发信息说他们想辞职不做了。昨天晚上我们店长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内心真的是痛苦的想哭啊，早上一直到凌晨三四点没睡着觉，今天来店里看到的精神状态不好。我就问我们店长怎么回事，我和店长就说昨天员工离职做了一晚上的思想工作，但是员工的话情绪安抚好了，今天早上那个女孩子他们过来了，过来了之后今天下午又在店外面又跟她做了很多工作。这两三天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店铺生意突然就变得很大，不怎么好，一天做一二十个客人，有时候做十七八个客人，因为店里九个员工，突然做十几个客人，二十来个客人，一天每个人服务不到三到四个客人，所以说一天时间都在二楼玩，要么睡觉，要么看电视，要么就打游戏，感觉非常的无聊。所以说他们又是刚来的，手上也没什么熟客，所以说他的心就不是特别稳定。
但是做下工作的话，我们希望他留下来，慢慢的坚持吧，以后客人慢慢多了就会好一点。后来就是说生意不好，就给他保底。之前来的时候说保底3500，后来的话就是说生意不好，就给你加到保底5000。不管每天有没有事干，哪怕你在楼上睡觉不做客人，一个月也是给你5000块钱的工资。然后我们是包吃包住的，所以说这样子的话他感觉还可以，就是说就留下来做2个月，慢慢积累客人，看一下能不能做起来。所以如果说你直接因为员工走影响到你的心情，影响第二天工作就不行，因为你是管理者，你是领导，领导必须要有好的精神状态才能带动这个团队向前走。如果领导因为一个员工的流失而搞得伤心流泪不吃饭，或者是很委屈很难过的话，你的情绪会传达给这些在这里想上班的员工，这样是不好的。所以我跟他做完工作，店长的心情也好一点，所以说那个员工的话也安抚了一下，他说暂时可以留下来再看，边做边看，这样的话我们就一步一步的去做吧。到时候我们看一下店铺的人员，现在9个员工能不能把那些边缘化的能力不是很好的员工，看一下能不能就是说调整一下，就是减少一点，因为人工太多的话大家一起都挣不到钱。就好比一个蛋糕，2个人吃的很好，10个人来分的话每个人只能吃一点点。所以说我们到时候看一下我们能不能把这个人员重新编配一下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小七点个关注，点个赞。